喜欢跟你一起聊天，然后是每次跟你聊天都很开心，因为是你很了解我，很高兴可以跟你讨论读书方法。最欣赏你，虽然平常看起来疯疯癫癫，但在球场上认真的神情。他桌上其实放了一本迷雾纸，然后呢，他躺在地上，但是做事也还蛮认真。五月初跟他去，类似两到五月初在表演的时候，我这一次我大概可能都忘不了，就是那句经典，恰恰。在下课的时候，你坐在底下，虽然没什么话，却又自然。那真的谢谢你，上课的时候。我们这周走起来还是从那一次的黄金节开始。那也是从那一次开始，你在我心中的形象完全完全就破灭了。你不再，就是你有非常多人的人格，不过也是因为你的可爱、幽默、有趣，还有认真，让我原本。平淡无奇的高中生活有了一点色彩。谢谢你，一直陪着我，然后常常还要一起去打球，真的非常谢谢你。就是我关注喜欢这些，就是出去聊天啊，然后就想要请我们可以不要我们上次去打球的时候，就是刚好。他外表看起来很冷淡，但其实内心有的时候就是很热情、很可爱。然后三年来，他也是目睹了他的成长嘛，感觉他从一个高傲自闭，然后什么朋友都没有，变成现在这样跟大家处得很来，然后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好、很好的人。所以，身为这么多年同学，我感到蛮欣慰的。谢谢呢，在我低潮的时候，给予帮助嘛。这样做的作业。从国中，然后到直升班，甚至到高中，他都是跟我在同一班，然后脸长得很像猴子，又有点白痴，又常拿我来恶搞的同学，很高兴就是他在我难过的时候也会安慰我，然后在我碰到一些瓶颈的时候，都会付出一些帮助。虽然有时候在跑操场的时候，他是会对我做心理战，就是他把我去当辅导师之后，所以我就可以打球，那我就不用打。我很喜欢我们的高一二班花园奇遇。
机很 nice 啊，可是就是太没有主见了，所以每天出去玩都不知道去哪里，所以要一点主见哦，加油，不然被拐走我不知道。你应该是唯一一个跟我没有任何来往的，从国中两年，然后直升班台北，然后到现在高一已经快要过完，都会在我需要帮忙的时候伸出援手，然后让我们感动。虽然就是我常不熟你，然后你也常不熟我，可是好像都不会吵架，就蛮奇怪的。这几天陪伴，然后是一个连续性的情况，感觉很开心，然后还有一起打球的时候。他就是自从我上国中以后，其实我就有认识他了，有一个很好的求知欲跟很好的幽默感。像自从高中之后，我跟他都是参加营队，也是我跟他才有这种，就是我觉得我能够在他身上找到那种合作的默契跟学习的热情。如果有他在的话，我就觉得凡事都可以变得更有乐趣，更可以随时欢笑。尤其他在班上，就是当大家觉得气氛很紧张的时候，有时候他可以就是做出一些笑话，或者问一些很有趣的问题，把全班弄得很开心。我觉得我很幸运，从国中到直升班，到高中都可以有你的陪伴。虽然我对国中时候的我们没有什么印象，但是我会努力珍惜现在的我。谢谢啊，就是刚开始还跟你们不熟，然后可是进到这个班级之后，就开始渐渐玩起来，然后还会聊天，分享一些事情。太笑了，让我想到阳光吧，可爱，超可爱。谢谢，我会来跟我一起完成，要完成很多事情，然后也经过了各种大大小小的活动啊，哇，那个将来也可以过得开心一点，不要再那么无助。谢谢你，就他帮我很多忙，然后之前在我要快放弃的时候给我鼓励。其实我还没有准备好跟你说再见，因为有太多的不舍，还有太多的话要讲。你说你一个人的时候想要去海边，不知道你是不是有听到海哭的声音。我说你是人生胜利组，因为我羡慕你的聪明以及你的魅力。我的朋友，请你记得我们的笑容，请记得我们独有的默契。我要感谢这个人，因为我觉得他对待人很友善，然后我刚进入这个班时有很多问题他都会主动帮我，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有很贴心的。我有话要对你讲，我觉得你非常的可爱，然后笑容的有时候会很憨，然后有时候不在讲什么，可是你是我很好的朋友，然后跟我聊动漫的时候那个神情我非常的那个欣赏。上学期谢谢你在我面对进出压力的时候给我鼓励吧，然后让我有动力去面对考试。我知道我很常惹你生气，然后让你难过，然后有时候不听你的话，然后就还是你之后还是会继续管我，然后继续关心我，就是叫我早点睡啊，不要受伤，就叫我骑车小心这些。午餐时间跟你在一起吃饭，我有些时候都很开心。然后去宜兰要小心。李君毅看起来很好玩，然后很有幽默感。那听说小时候打过垒球，这个运动细胞应该还不错。然后罗文杰，只在别人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，然后脾气很好。只是别人骂你的时候，你就只是把嘴巴张开而已。从直升班的时候，我们在外面写的那个日记啊，然后整天在那边笑啊，那边玩，还上课在那边串读书的时候，然后一直到高中，我就觉得我们两个还蛮有缘的，因为之前都还没有好好的认识过，不过到了现在就能够跟你很好，非常谢谢，我就会讲不完，太多谢谢了。还记得那时候圣诞节的时候，你是我的小粉丝，然后后来有送我一个电灯，然后现在只要回家，我只要睡觉前，我都会开启那扇灯。我一直很尊敬你这个人，而且我觉得你是一个很优秀，然后又很温文儒雅的人。我要感谢这个人，是因为我在班上，就是我要高一的时候才认识一个，他教我很多，他教很多，像是思考方法。我们一开始认识的时候，就是在很多奇怪活动上认识的，然后到现在变得很好，然后你都会跟我聊天，讲很多事情，让我觉得很开心，很喜欢跟你聊天，然后希望以后可以一直当超级好的朋友。
常做出一些出乎人意料之外的行为，就是慢慢认识你之后，发现你是个超棒的人，就是你一代人真诚和坦率的一位。然后让我最佩服的一点就是你，就是能够忠于自我，然后又不会那么在意人家的想法，因为这点是我很难缺乏的，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厉害。我最重要的点就是你很善良，我觉得，然后你总是不吝于给人家。在我心中是像偶像一样的存在哦，就真的很谢谢你，是真的君，谢谢你回来。你是杨飞，就是哲君，就是在集合，我感谢毛哲，谢谢群涵，就是哲君。今天为我加油，舍不得。